提起金星，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舞蹈家的身份，还有就是他变心的经历和由他一手打造的金星秀。很多人都说金星想得明白，活得透彻，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事，这样的个性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金星快人快语，经常说话直言不讳，言语犀利，能够把人说得哑口无言。近日金星在微博宣布金星秀停播了，与观众后会有期，还放上了与搭档沈南的合照。主持人沈南在底下留言说，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金星女士。很多忠实观众和粉丝纷纷表示质疑，这是怎么回事，吐槽说金星秀没有了你别吓我，不要停播呀，这年头讲真话的不是被封就是不让说话，希望金姐早日回归，发生什么事了别离开。金星老师什么时候恢复播出？网友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一方面是说如今所有说实话真话不做作的节目都要被停掉了，以后看的都是表演，甚至还有观众不满地说，按照剧本演戏的明星真人秀越来越多，却不让一个说真话的脱口秀播出，这个世道变了吗？也有的网友说很喜欢这档节目，收获了满满的正能量，对于停播感到遗憾，期待重新播出的一天。不过还有大部分网友表示质疑，是否因为金星嘴巴太毒得罪了大人物，所以导致节目停播。金星秀节目功劳最大的就是主持人金星老师，2015年1月28日开始第一次播出，第一期节目邀请的嘉宾是周迅，到今天为止一共录制了132期，邀请了很多的大牌明星，包括张铁林、杨幂、胡军、孙俪等等，爆料了许多娱乐圈内幕，疑似他嘴上惹祸或者得罪人了，导致节目被紧急停播。那些曾经与金星老师在节目中有过节的明星被爆出过的有范冰冰坦心事件、欧阳娜娜的雷剧，以及前段时间吐槽靳东事件。这么看，金星老师真的是惹了不少人了。那这个节目停播的原因可就耐人寻味了。米拉妈摇身一变成公主，在车里的 Angelababy 对着镜头呈 V 字手，非常美。 Baby 曾说自拍秘诀就是要找个灯光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在昏暗的灯光下， Baby 同样可以展现出独特的美。粉丝透露，每次活动结束，就算再忙再累， Baby 也会抽出时间和粉丝合影签名互动。 Baby 真的是一个非常暖的 idol。 粉丝近距离拍摄出席活动的 Angelababy， 在近景镜头下的 Baby 依旧非常美，收到粉丝礼物的 Angelababy 非常开心。美美的公主 Angelababy， 喜欢美少女战士的 Baby 有颗少女心， Angelababy 近距离正面照，经得起镜头考验的 idol， 收到粉丝 T 恤的 Angelababy 开心地比在身上，好有爱。跟粉丝热聊的 Angelababy 侧颜非常美。